近年来呢，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，那有不少朋友向我们打听说啊，他们想在日本通过网络的方式呢，然后卖酒。那如果说您现在打算从在日本呢，就是在网上卖酒的话呢，那您必须取得叫做通信贩卖酒类零售业免许这样一个执照。那么当您取得这个执照，然后您得就是做一个网站，然后通过这个网站来进行网上的贩卖。那么在做这个网站的时候呢，是需要有很多很多要求的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您现在正在或者准备，已经开始着手开始准备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话呢，也请您随时联系我们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到一些帮助。欢迎您的咨询，再见。